ドラえもん。ボンボロボンボンボン。感谢优雅五十八个月，难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嘟噜噜嘟嘟嘟。开完会了，没错，刚开完会啊。晚一点要来去小小乙国啊，但先让我的大熊发个财。我要去寄信。哎呦，海风好舒服啊！看到大海就想吃鱼了。OK， 要来去钓大鱼了。有企鹅在钓鱼呢。先改一下分类好了。哆啦 A 梦露，妈妈身体不好，一直在住院啊。爸爸也很忙，可怜啊，奥利。这里的科技水平如此的不行，要是有我们哆啦 A 梦医生手提包，他们家还有溜滑梯耶。看起来他真的很忙了。不，这个城镇才几个人，他也这么忙啊。看起来很忙，我改天再来喽。哦，我也一起去啊！嘿嘿嘿嘿嘿，嗯哼哼哼，也打打里奥三个月。狗皮来了吗？哎、欸、，YT 有狗皮嘞！那狗皮怎么是一整只的狗啊？我先看一下。那是几只？那是几只的狗皮呢？昨天在那边测，他昨天有测哦，完全没看到他有测哎。我以为只会有他的狗头跑出来而已。原来是真的有狗的身体哦，嘴巴还会动哎！那个狗看起来真的是有点障碍，来来歪一边啊！哦吼吼吼吼吼！哎呦，露露小姐，病发作啦，怎么办？以后有大鬼的皮吗？肯定也是有大鬼的皮。常有的状况，休息一下就不会有事了。这游戏的被子完全就是装饰品耶。该怎么办呢，大熊？没错，以后让我取代你的妈妈吧，因为可以陪你一起玩哦。嘿嘿
OK， 抓到一只企鹅，奥利真是了不起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今天是有事要做的、啊，我要去买树啊。看下我多少钱？我有3971块哦，要买几棵树就买几棵树。算了，先看一下这里有卖什么好了。这里会不会有一种鱼饵是丢下去之后送出瓶子？啊，我要先送好礼给陌生的朋友，希望某一个陌生人要常来找我玩哦，请多多指教。为什么不能送？哦，为什么？好，随机附上食谱 ，OK。你有一个陌生人将随机的收到我的食谱，看看有没有陌生人送我瓶子。好期待哦，每天最期待的环节会收到什么呢？有一个叫做野恩的人送了我一朵蒲公英呢，那我就收下啦。听起来应该是一个日本人啊，日本的朋友，以后我去找他玩的。他那个一天好像只会收到一瓶呢。走错路了，没事，这里也可以通发大财。啊，哭啊，又忘记买鱼饵了。算了，下次再买。为什么我耕的田变成这样啊？怎么有一些不见啊？狗皮还会长眼睛，那是肯定的啊。为什么狗皮现在还有王冠啊？OK， 这些动物都没东西吃了，已经没有干草咯。吃，你们给我吃，他们还会挡在这里，是怎么回事？给我过来，不要挡路。好，放这里。好，等一下，哭啊，放开好难按哦。刷子，好，使用刷子。再来一点牛奶。没毛刷了不会痛吗？那也没办法。哎，饲料真的可以多放哎。鸡可以刷吗？鸡好像不能刷哎。哎，这一袋的鸡不能举起来放下来就加好感了，还得花时间跟他说话。等我一下哦，啊，呼叫他们一下好了，凯老师已经来了。
我蹦蹦蹦蹦。嘟嘟嘟噜噜，出发喽，凯老师。今年哆啦 A 梦是没有玩到多久啊？哎，小小乙国终于又可以玩了。冰雹冰雹，大海，你有没有看那个狗皮？你看我们这群的频道，你可能得点进去是不会直接显示的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哎，要怎么样才可以搜寻到 YT 的直播页面呢？你找一下这一群的直播。哦，看到嘞。看到了吧？龟甲哎，还是龟甲。整只的哎，狗皮。整只的狗皮人现在就在我们的台啊。这个眼睛它会变嘞。嗯。还变一个那个狗喝水的那个。